然话题已经到了现在，我们就问一问孙杨，你在抖音上学到了什么？哎，来，学一些流行词儿。快来听听看，我看有多流行，我帮你评判一下。比如说，月月别生气啊，你看月月今天，哇，这身衣服好漂亮啊，人美气质佳，走在人群当中就是显眼包。我离你远一点，不想加入你俩的战局。对，就是听到孙杨这个夸奖，我就想回应你哈，说你在这种场合夸我，你这个人还怪好的嘞。哎，我是柠檬精，我不扯平了，我不扯平了。你这个不属于学会流行，你属于学废了。学废了，对对对。说流行，其实我们知道什么是会流行的，也知道怎么样是好的流行，但是。个人他还能创造流行，那简直是太棒了。所以下面这个节目马上要登场的两位，他们即将创造一个新的流行，展开一个新的合作。我们要欢迎周深、吴牧野带来 Golden Hour。 有请。Sitting in a car, listening to birds falling for each other. Peeking at the sky, feeling super shy. Feel she's on the glove. It's good for my mother. The way you are tonight, got no other by a reason. Baby, love of my life. She's got beautiful skin. My beauty and beauty in the night. I don't need a lie to you.
谢周深，感谢吴